你要身份证吗？我要最快的那种。一万块。10000块，老子要了你的命。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是不是打击太大了？刚刚缓过来一点。我真怕他承受不了。你是不是怕他报私仇啊？我怎么会那么想呢？哎，要不你去看看他。你去看看吧。我这么冒失，我怕他烦我。你本来就是个冒失的人嘛。哎，头，哎，怎么这么晚了，你们还不回去？想等你一起下班。担心我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事，你们早点回去。在哪儿呢？还是昨天那个地方。你上来吧。知道了。在这儿呢，你自己先看看吧。这三更半夜的也不容易看清楚。你放心，你出了这么多钱肯定是好东西。确实比较精致。那剩下的5000块钱呢？放心，哥哥质量没问题啊。你还真够豪放的，感情这钱也来得不正道。他妈说对了，钱还给我，10000块。哼，昨天那5000我忘带了。是吗？那就拿命来。跟兄弟讨口饭吃呗。
不错，五四，还军用的。这钱我还你，我不留军情，惹麻烦。今天可是你先动的手，给你点小小的教训，搜他。没收。你一看就是外地人，今天给你点教训，赶紧的，该上哪儿上哪儿去，以后也别到处乱掏枪，不是谁都有我们这么好脾气。撤。咱们又来晚了，小朋友在做操了啊！哎，儿子，记住了啊，这两天爸爸妈妈不来接你，你千万不能乱走啊！任何人接你都不能走啊！记住没有？啊，好，快去。怎么又迟到了？经常都迟到。哎，老师，那小朋友都开始做操了。哎、老师，实在是抱歉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拜托你啊！啊啊，老师，哎。老师，拜托一件事儿，这段时间呢，
我和我爱人要没来接孩子的话，任何人都不能来接啊！千万千万拜托了啊！怎么了？家里出事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行行行，没问题。可是你别天天迟到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千万拜托啊！谢谢，谢谢啊！哎，哎，谢谢啊！回来了，我请假了。没事儿，你请什么假呀？哎，没事儿，你化什么妆啊？我今天约了朋友要上街去。不许去！今天、明天，哪儿也不许去。我看你是疯了吧？哎，从前天下午我看你就不对劲儿啊。哎，你就当我疯了吧。反正我就疯你们三天。到底怎么了？你跟我说实话。没实话，大强赶在电脑班上，我也没实话呀，行不行？你别问了。你必须说，什么事儿让你这么紧张啊？哎呀，你少废话，那败家子娘们儿。你说什么你？真是的，别问你。你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你就别逼问我了，我是不能说呀，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不然呢，有危险。危险？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算是吧。你是不是又出去赌钱去了？你啊？不是。就算是吧，你能不能长点记性啊你啊！哎呀，我让你不要出去赌，你非得出去赌钱，你欠人家钱了，再次讨上门了，你有没有点记性啊你啊！我他妈的都是为你好，你欠钱是为我好，我他妈欠谁的钱了？那你到底为什么？我碰见杀人犯了，他妈的要杀我全家！你编啊！你编！你接着往下编！你怎么没碰见恐怖分子啊你？你记不记得于杰？于杰？啊，就是你多成那个朋友吧？就是他。你知道他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什么事儿啊？他抢银行了，还杀了好几个人。啊？他那个朋友现在跑到咱们这儿来了，我认识他。我在大街上撞上他了。什么？我差点就没命了，他当时就想杀了我灭口。那你怎么跑回来的？我这边周旋呢，那斗智斗勇啊，我反正他就把我放了，但是他什么都知道，他知道咱们家住哪儿，知道我们儿子在哪儿上幼儿园。那他怎么说？他说他很快就会离开，只要我三天之内不报警，他从此和咱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种事情你不报警，将来万一查到你帮助逃犯，你就完了。如果我报警，我现在就完了。那你想怎么办呢？我三天以后再报警，我没窝赃，也没违反承诺，这不结了吗？什么结了呀？被一个杀人犯认准了家门，今后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？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现在就叫警察把他抓了，把他毙了不就得了吗？你等等，我现在脑子太乱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都这么大个人了，上街还惹祸呢。我跟你说啊，
你到幼儿园去把儿子给我接回来。真是的，跟了你还得提心吊胆的操这份心。少说两句行不行？我问你，你在哪儿碰见他的？就是广场边上那个赌圈啊。你又去赌钱了是不是你？没有，我就站旁边看了看。没有，惹事了吧？啊，我看你这次能不能长点记性你。我觉得这个人太阴，不太爱说话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这种人出手必伤人。进。有事吗？头，于杰那儿是不是没什么可问的了？审问也没有什么价值。李丁正在准备资料，打算移交给检察院。到最后，也没能从这些人的口供中找出胡志军。喂，头，是我。知道，你说。有人给于杰打电话。什么？打电话？马上通知监听组监听。喂，监听组吗？我是李丁，马上监听于杰的电话。接。不许乱说话。喂，于杰吗？啊，我是。你是？我是大头啊。是我的一个朋友。问他找你有什么事儿？啊，大头啊，好久不见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家。哎呀，你别扯淡了，你骗得了别人，还骗得了我吗？你的事迹啊，已经传遍大江南北了。哎，你知道我找你的电话费了多大劲吗？都快赶上克格勃了。别开玩笑了，你也知道我在赌。哎，长话短说啊，你没事吧？有话快说。我看见胡子军了。什么地方？他在哪儿啊？就在我们这儿，住在一个小旅店里。前天他在街上打牌，我们俩看见了。他说什么？他妈的要杀我！为什么？他要杀我灭口。他说，如果三天之内我报警，他要杀了我全家。那今天是第几天了？今天是第几天了？算上前天的话，今天应该是第三天了吧？你找我干什么？我们是朋友，你给他说一下，万一警察抓他，他别找我刷后账啊！第一，我没办法找；第二，我也找不到他。第三，我不是他的朋友，我恨他，我恨他。说，胡志军在哪？大头家在哪？妈的，杀他，杀，杀他！让他给我安静一点。好，谁接电话？胡志军。胡志军来电话了。是胡志军有线索了。真的？人现在在哪儿？正在锁定，大头家在雍州市。喂，谢谢。于杰说的没错，胡志军在雍州。刘丹，马上给雍州公安局打电话，查一下这个人的地址，然后把他押起来。是。通知雍州铁路、公路、飞机场，传真胡志军的通缉令，一定不能放过他。是，李丁，到，取定两张机票，咱们到雍州去，现在就去。去。
这下你也不用抱怨命运不公了。胡志军的运气也比你好不了多少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他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把他抓回来。活该。怎么了？报警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你给谁打电话啊？于吉。你怎么给另外一个逃犯打电话啊？你嫌罪不够重是不是啊？啊？我总觉得不对劲儿。怎么了？于吉的状态很不对劲儿。你说话能不能痛快点儿？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反正就是觉得不对劲儿。打从街上看见胡子军就不对劲儿。你说我这人是怎么这么多事儿嘛？哎呀，明明和人家不熟，还非站在那儿看。那个杀人犯也是俩眼睛一个鼻子的，就那么吸引我，我怎么看他，图的是什么嘛？谁呀？警察！快开门啊！快开门啊！你们有自荐吗？还挺有警觉性的。你是赵亮吗？是。绰号大头就是你爸。是我。我怎么了？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调查一下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是胡子军的案子吧？上面的命令，具体什么案子我们也不清楚，就是请你帮忙协助调查一下。那他呢？他是你妻子。嗯。让他待在家里。能不能带着他一块儿去吗？那不可以。咱们到雍州需要多长时间？两个多小时吧。这两个小时里，但愿胡志军不要跑了。刘丹已经通知了雍州警方，所有外出的途径都会被封锁起来。他用的应该是假身份证吧？没错，通缉令上写的非常明白，胡志军的假身份证还有姓名号码。可算堵住他了，胡志军，我看你这次怎么跑。你不要盲目的乐观，他和大头的三天之约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唉，有没有比飞机更快的交通工具啊？Thank you.
买一张最近离开这儿的票。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，胡志军从来不缺运气。就在他买完离开雍州的长途汽车票之后，警方就将他的通缉令贴满了车站。这一次，难道他还能与警方擦肩而过吗？你认识胡志军？前几年认识的。我在都城有个朋友叫于杰，我找于杰玩，他给我介绍的胡志军。那你最近见过胡志军？见过。什么时候？大前天在广场那边，我看别人赌钱，我在里边就发现了胡志军。我当时还不确定，前天我又看见他了，这才确定下来。你知道他抢劫在逃吗？听说过，所以我当时就要跑啊。他追上了我，还威胁我说如果我报警的话，他要杀了我全家。那你呢？我当然就没有报警了。胡志军现在下落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躲还躲不及呢。下次再有这种事情要马上报警，警方会第一时间为你提供保护的。下次？还有下次我就不活了。我胡志军住在哪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估计就在广场那一片吧。好像他腿脚不太好，这个溜达溜达的能走多远呢？马上下通知，派人排查广场方圆500米内的所有旅店。是。你还参与赌博？没有啊，我就是看看。哎，你们见过我媳妇儿了吧？那不警察还警察呢。我是东城市公安局的周警。这样，周队，我们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啊，收押了那个大头，同时封锁了个交通要道，另外胡志军的通缉令也发出去了。有什么线索？刚接到一个通知，说发现了胡志军这两天藏身的旅馆。你看你们是想先去现场，还是去局里审大头呢？去现场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好嘞，啊，走。当周铁和李丁赶到雍州的时候，荷枪实弹的警察已经封锁了出事的一切途径，并对过往人员车辆进行严密的排查。这么多车，那都是警车。哎，这怎么呢？这么多人，都是武警，肯定出大事了吧？Thank you.
别纳了，窗户，窗户是坏的，打不开。武警过来了，武警同志。我们是雍州市武警支队的，按照上级的指示，到这里来追捕嫌疑犯，请大家出示身份证，给大家带来不便，请谅解。先生，请出示你的身份证。请摘下你的墨镜和口罩。没事了。办了新的假身份证，又被假证贩子殴打得面目全非的胡志军，就这样侥幸地蒙混过警察的眼睛。正是这种接连的巧合，一次次地救了胡志军。在这儿。哦，来。你好。哎。你好。胡志军就一直住在这个房间。旅店的人说根本没看见他出去过，他肯定又是从卫生间的窗户跑走了。又是老套，也不说换换。哼，胡志军是个有思维定势的人，他认为安全的事情会不断地去重复。涛儿，来，屋子打扫得够干净的。身份证的外皮儿，假的。那他现在用是吧？肯定换了新的。嗯。小子真不错，哼，每到一个地方就能换一个身份证，够谨慎的。哎，我看他另有企图。什么企图？他想永远隐姓埋名。涛。那咱们这次可不能让他跑了啊。涛，看见没有，这小子走的时候洗过澡。受伤了，涛。是个牙，是个牙。真没想到，胡志军，你这个混蛋，他一定是自残，把自己的脸弄得面目全非，又换了身份证，借此机会逃跑了。他不会那么神吧？
就算他毁了容，他也不知道今天咱们来抓他呀。即使他不知道，这样逃跑也是最安全的。那咱们现在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喂，怎么样？胡志军是不是已经押回来了？押什么押呀？这小子又跑了。跑了？怎么会呢？不是已经天罗地网了吗？按照头的分析，他可能是化妆逃跑了。化妆？不会吧，他又不是演员。他肯定是自残毁容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样，先不说了，头正在那儿郁闷呢，我先撂了啊。沮丧的周铁此时陷入了巨大的挫败感中，他不是先知，无法预料到胡志军在这三天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意外。按照他的理解，胡志军蒙蔽警方一定是采取了自残的过激手段。自己到底在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对手，周铁也不禁有点迷茫。坐下。现在宣布开庭，法警带被告人于杰入庭。法警解除被告人于杰的谢具。儿子，杀你的坏人已经被抓到了，本院认为被告人于杰伙同胡志军、何威为实施抢劫准备作案工具时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用持枪杀害被害人的手段，当场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。被告人于杰等人的行为后果特别严重，情节特别恶劣，应当依法予以惩罚。现在我代表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如下。全体起立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、第263条、第48条、第56条、第57条、第69条的规定，判决如下：被告人于杰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犯抢劫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此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现在宣布闭庭，华警将被告人于杰押回都城市看守所羁押。起风雨。